关按下导通，抬起断开。如果按钮开关的一端接地，另一端接 Arduino 的管脚0或1，在按下按钮开关时， Arduino 的管脚0或1就接地了。于是只要检测管脚0或1的状态，就能知道 Klibo C6 肚子上的按钮开关是否被按下。本实验的运行效果是，当左按钮开关按下时，扬声器以4000赫兹的频率鸣响，发光二极管以150毫秒为周期闪烁。当右按钮开关按下时，扬声器以1500赫兹的频率鸣响，发光二极管以300毫秒为周期闪烁。在程序设计时，用变量 BTNL 指向管脚1，也就是左侧的按钮开关，用变量 BTNR 指向管脚0，也就是右侧的按钮开关。另外新建两个变量 BTNL State 和 BTNR State 来分别保存两个开关的状态。在loop函数里，首先点亮嘴上的发光二极管，使扬声器以500赫兹鸣响。接着两个赋值，用函数 digital read 把左右两个按钮开关的状态分别读到变量 BTNL state 和 BTNR state 中。如果开关按下，相应的变量值为0；如果开关没有按下，相应的变量值为1。对于左右按钮开关按下时响应的方法不同，于是用两个 if 语句来分别处理左右按钮开关按下时的执行程序。如果左按钮开关按下， BTNL state 的值为0，也就是低电频 low， 执行频率较高的扬声器鸣响和发光二极管的闪烁。如果右按钮开关被按下，BTNR state 的值为0，执行频率较低的扬声器鸣响和发光二极管的闪烁。如果两个按钮开关都没按下，两个 if 语句都不会被执行，于是发光二极管常亮，扬声器鸣响频率为500赫兹。